你的经典妆容真的能让你在最短的时间里面达到一个换图的效果。防晒是肯定不能少的，这支 Q 我基本上快用完了，NARS 的 Vanilla 来遮一下，把眼皮上一定要稍微带过一下，这个3D 立体的 Amber 鼻头的地方画一个框框，我这里圣诞的加深一下，把这粉刺倒过来了，这样子就可以又涂提亮又涂修容的真聪明。定妆也用我新到的 Fenty Beauty 的这一块，柔焦效果很好，哇，真不错，吸油的效果很好，鼻头的阴影再加深一下。如果是走势来画，眉膏是 Kiss Me 的03号，点妆相对来说比较简单，大地色或者是藕灰色，在眼皮上平铺，和刚刚的修容融合在一起。点头用这种粉色，然后才能膨胀起来。把深色眼影当成眼线，画在接近睫毛根部的地方，眼尾向后拉一点点。稍微上色的余粉来画，我擦余粉在眼球下方画下至。把睫毛夹一下 ，Kiss Me 这个蓝色的睫毛打底，它刷出来的颜色会比较清透。用 Mood 的这个睫毛膏，会刷一次头，非常非常细，就很好控制，很适合来涂下睫毛。眼线我们不是没画，我们可以直接用棕色的眼线笔填补一下内眼线。睫毛画完之后，眼线是暴露在外面，很好填补。棕色的话也会显得比较温柔一点。我有两块非常香的腮红，一支叫做 About Time 01号色，还有杏紫色，真的好好看，感觉你怎么涂都不会出错。面积可以稍微大一点，渲染在你颧骨的周围，点贴一下眼睛下面。上一个漂亮的唇釉吧，人我的眼，但是光泽感又很漂亮。这是黎明的高高01号，再涂一点点在鼻尖和唇峰。